呢个系系咪一个？好似系一个你嘅经历嚟嘅，唔系好似系，系我嘅直情系嘅。我惊我搞错啫。希望我都记得晒啦。其实 ，OK， 事发咧嗰个年份都不长，系咪？唔系咩咩不长，冇错，长细个长长，长细个长不长。大致都记得嘅。咁嘅事发咧嚟讲咧，就都一段时间噶啦啊。咁系我。是一个小时候啦，叫做小学，小学啊，中学，小学，应该近中学到噶啦，应该系应该近中学到啦。OK， 咁就系嗰阵时玩童军，吓、咁就我又玩童军乐队嘅，咁冇人知嗰啲银乐队，暴粗嘅银乐队啦，我哋叫做型、okay, okay, 啊，多谢。咁嗰次系发生咩事咧？咁系大潭有个咩型咯，唔记得咗咩型啦，即系一啲好似叫康乐型啊。咁、我谂应该好多人可能都有去过啦。通常啲学校都会去露，系啦，系啊，系啊。咁嗰次就唔系学校去嘅，咁系我哋个 scout 嗰个分队咧叫做，咁系去。为了想练练乐器啦，练练步操嗰啲啦，咁啊，咁发生咗咩事呢？咁其实我哋一行嗰次都有成大概我冇记错，应该三四十人到 around 呢个数字啦。咁但系咧大部分的年齡都不是很大的、因為其實那時候我們 叫做 Boy Scout 啦，那時候的全部都是比較小朋友的隊員啦，叫做、okay. 有不是太多的大人的，我沒有記錯應該是十個內啦，十個內，咁啊包括有啲叫做領袖啦，或者一啲小隊長的領袖啲咁樣嘅。好啦，咁入去练啦，咁我哋系第一日入到系差唔多晏昼嘅，咁晏昼咁就练咗一阵嘢，咁我哋就玩音乐啦、操啦，咁都 OK 嘅，嗰个气氛都几好嘅，因为都计翻起应该第一次入，我记得系、okay, okay. 第一次入啦，唔记得咗屋企人冇带去啦，烧系系好兴奋嘅，其实嗰阵时吓，因为啱啱可以叫做玩咗呢个银乐队冇耐啦，咁好似一个好大型啲嘅练习嘅 function 咁样，咁好啦就练完嘢，咁啊自然就夜晚。煮我哋叫做大鍋飯啦，叫做今日佢嗰個營入邊有啲飯堂，係啊，叫飯堂咁樣嘅。咁我哋有啲人就負責去煮嘢啦。咁如常食啦，食完之後都係自己煮埋。係啊，自己煮嘅、okay. 因為有啲領袖啊，比較係大年紀啲嗰啲高級啲嘅咧，就識煮嘢嗰啲。大年紀，其實可能係啲哥哥嚟嘅啫，嗰陣。唔係嗰陣時係真係比較大年紀嘅，喺、okay, okay. 我嗰個年代，佢哋係啲導師嚟，係啦，叫做領袖啊，你叫做領袖嘅嚇。Okay, okay.不过不知咩颜色，我都唔记得晒啦，嗰啲唔识，唔记得点分啦。咁就食完饭啦，其实都食完饭差唔多都系七八点钟啦。咁、我哋就除咗暴操之外咧，其实我哋系坐喺度演奏咧吓，应该可能大家都会知道点样嘅类型啦。演奏都会有嘅。咁我哋就食完饭咧，就照大家坐喺度。喺度夾歌啦，我哋叫夾歌啦，玩音樂啦咁樣。咁我哋係啦，夾 band 啦，叫做咁，不過唔係揈頭嗰啲啊。咁就我哋有一個叫針 set 啦，即係好似人即係總之演唱會有一套好多叮叮查查啦，佢哋叫做嘅鼓啊咩 set 嘅。咁喺度，咁我哋就圍住喺度玩音樂啊，夾歌啦咁樣。好啦，夾完都大約係十一。點零十二點到啦，因為個個都唔緣分，你知咁幾興奮嘅咧，好咁大個仔可能好少去咁大型啊，或者咁多人一齊去玩音樂啦。阿爸阿媽又唔喺身邊嘅，係啦，冇人管啦，全部都冇人管啦。夜晚唔肯瞓啊，有男有女咁樣，全部都好啦。跟住就大約十一二點咯 ，around 呢個時段，咁就啊好啦，都大家都夜啦咁樣，都休息啦咁樣。咁突然間咧
有些人說肚餓、嗯、有些人肚餓就、有些人睡覺啦，不吃啦，睡了覺、嗯、有些 上去、很多間房間我記得是因為那些好像有好像碌架床，碌架床一層層的幾間房間、嗯、有些就回去睡覺，或者不吃就回去啦。有十零個呢就去了廚房，或者說錄面食啊，不知道煮宵夜咁樣、嗯、或者不知道糖水咁樣啫啦。咁突然間差不多應該大約冇記錯係十二點幾嘅啦，嗰陣時都突然間其實我哋一個叫做操場嘅，不過係有蓋嘅嗰套鼓啦，叫做就喺個操場入邊。咁係完全熄曬燈㗎啦，嗰陣時完全熄曬燈。咁、嗯、有十幾個人頭先所講就喺廚房嗰度啦，去煮嘢食。嗯。咁突然間有啲人講：咦，仲有人未仲夾緊歌咩？嗯。跟住我哋又話咩夾緊歌？嗯。有。三四四五個人到咁上下啦，就話聽到有人打緊個套鼓，跟住佢話嚇冇喎，應該我哋咪話全部都已經一係就食嘢，一係就翻房休息噶啦喎。咁、嗯、我冇記得我係第一次係聽到好似係有啲打鼓嘅聲嘅，嗯，有聽到就有啲打鼓嘅聲嘅。咁就好啦，咁嗰几个人就同啲阿 Sir 讲啦，阿 Sir， 我哋听到人个礼堂嗰度有人打鼓，佢话冇啦，头先咪话完咯，个个都翻房休息噶咯，一就煮嘢食噶咯咁样。佢话可能风声啫，可能即系有阵时喺个嗰、那个礼堂嗰度大风啊吹到喐嘅啫咁啊，哦，咁我冇理啦，冇理到，继续煮嘢食。大概等了几分钟之后，同一班人再多了几个，就听到真的有再有打鼓声，是直情不是风吹，可能有时候我哋有啲叫叮叮叮啊，或者啲叉啲咧，可能你真系有时嗨过啲风声吹过咧、嗯，都会有，嗯、即系好似一啲风铃啊咁啊，即系类似叮叮叮叮咁嘅声啦。咁、嗯、但系我哋唔系听到呢啲声，系直情听到有 beat 嘅，系，佢唔系叫有 beat， 总之系敲到一啲嘢，系打落去嘅声嘅，唔系啲风吹到嘅声。跟住我哋话唔系，你听下。仲有、哦，全部人静晒，个个都听到，就唔系话大部分都人听到，第二次大部分人都听到，跟住系，好似人系咪有人未咩啊？好啦，咁就有几个高级啲嘅啲阿 Sir 啦，就攞啲电筒行过去。冇记错，应该系兜到一个框嘅。咁我哋喺呢一度嘅。廚房啦，咁嗰個禮堂要兜個圈去嗰邊，咁佢哋就係照，跟住翻嚟冇人喎，我冇人，但係啲嘢係因為我哋打鼓咧有啲鼓棍噶嘛，咁啊擺曬喺個一個袋咁樣嘅，一個袋咁形式咁樣就入咗幾對鼓棍啦，就擺咗個嗰套鼓嘅旁邊，佢冇人喎，可能。啲老鼠啩，跟住咯，哦，咁嗰时有啲有啲协同学咧，啊唔系同学啦，队员啦，我哋叫队员咧，佢话吓老鼠应该咁应该好多只，可能先听到嘣嘣嘣嘣嘣嘣声，嘣嘣嘣声噶咯，喺啲鼓上面跳，系啊系啊，跟住个个都。你眼望我眼，跟住就好似大家，因为嗰时可能都细个啦，或者都可能有听过啲鬼神嘅嘢啦，系啲小朋友坐唔系好相信啦，咁个个都好似，哦，咁我啦，唯有即系阿 Sir 咁讲，好啦，咁好似当冇事翻啦，发生，跟住就唔理啦，好啦，佢煮完嘢食啦，咁大家又食啦。咁其实我哋冇走开到食嘅，其实喺个厨房嘅一个叫走廊咁样嘅
地方喺度食，隔咗食咗一半嘅宵夜之餘咧，再聽到第三次，嗯，又係叮叮噹噹，今次仲長咗，個時間敲個聲仲長咗，跟住你即刻嗌，喂，又有啊！个个都系嗌，又有啊！阿 Sir 都听到啦，今次，嗯，阿 Sir 应该都唔会觉得系再有老鼠或者恐龙蜥蜴啦，吓，我唔知啊啦。咁就有两个阿 Sir 就冲咗，净冲过去去睇，佢哋见到系啲古棍喺只地下度，嗯，突然间静晒嘅，嗯。即系佢哋去到嗰阵时系冇晒声嘅，已经。不过发现咗嗰啲古棍喺晒嘅地下度。咁佢翻嚟咧，其实冇同我哋讲。嗯。平时你哋打完啲古棍会摆边？一定会头先所讲入翻晒喺嗰个袋度。系，因为古棍其实好紧要嘅嘢噶嘛。系啊，咁同埋就算如果你话有啲。老鼠啦，叫佢好识得担出嚟，如果都几紧要啦吓。咁我哋都有跟住之后咧，就巡房，全部巡房问有冇人落过去操场度打鼓，个个都话冇，冇，冇，嗯，冇。有冇一刹那其实有谂过，可能就系冇食宵夜嗰班玩嘢咋？嗱，我哋都有谂过，点解所以就系去巡房？吓，咁我谂相信应该就唔会系咁样啦。咁到最后，跟住仲有个比较特别嘅嘢就系、是、咁。之后就大家都算了、嗯、听到都不当有听到了，不讲了，是的，都不讲了。咁之后Lina个个都其实个神情好像都觉得有点怀疑，阿 Sir 说没事、嗯、没事，为什么会你一次风声可能都会接受啦，第二次有老鼠都可能再接受啦、嗯、第三次啊。咁虽然佢翻嚟冇讲，咁只不过第二日先即之后再讲翻。嗯，咁其实最即系你哋之后先知啲古棍喺晒地下嘅。嗯，即系当刻佢第三次翻嚟又讲冇嘢冇嘢冇事，都系头先咁样。嗯，冇事，可能真系因为空旷啦，你知啦，啲郊野啊嘛呢度、嗯、郊野地区，咁、嗯、所以都可能有阵时撞到啦，唔出奇嘅，有啲乒乓声咁样。嗯，咁可能啲阿 Sir 就安慰俾我哋啦，或者亦都要冚住件事，或者系啦，即系唔好吓亲成班小朋友啦咁样。咁之后算啦，咁大家都已经系当听唔到啦。但系其实听到嗰班人都翻房咧，其实都唔系好瞓得着。梗系啦，吓、嗯，即系大家喺度倾偈，系喺度玩咯。咁我哋话玩咯，咁就当你都玩天光就算啦。咁好啦，就当真系冇事发生。咁都唔知道玩到几多点，或者倾到几多点就瞓着咗啦。大家都、嗯、第二朝起身有两个，第三次个阿 Sir 去嗰次咧。有啲隊員咧問佢：阿 Sir， 你琴晚第三次睇唔睇到啲咩啊？咩第三次啊？佢話冇啊，我哋冇去過啊。嗯，跟住得知之後咧，嗰兩個阿 Sir 好似之後出咗 cam 之後咧，都係病咗一段時間。嗯。嗯，咁跟住之后，我哋就完全冇提过呢件事，冇 file 过呢件事。咁亦都之后都冇话去一啲郊外地方去大型去练习啊， 去玩啦、啊。咁可能有都会试过出外啦，出国就有。咁、就冇话再去提议去话去郊外啊、训练营啊嗰啲咁样。咁、所以我记得系咁样嘅。咁、所以大家认为系有老鼠啊、有蜥蜴、恐龙啊，咁唔知道啦。咁、呢个就系我一个小时候啦，唔系好耐嘅啫，其实啊，唔系好耐之前，小时候嘅一个
经历咯。嗯，明白明白。OK， 我谂幻想翻，如果当时你话，譬如系初中咁上下嗰啲年纪咧、嗯，其实嗰啲年纪系会，我觉得系会更加惊嘅。嗯，因为嗰个年纪你唔识分、嗯，而你如果有接触过鬼神，都系通常都系听啲人讲鬼故啊，群马一齐听、嗯、听鬼故啊，以讹传讹嗰啲咁样，或者你以前收音机啊各样咧，会啲人又中意夜晚听个嗰个叫咩啊？恐怖热线？唔系细个啊，佢细个啊，唔系你细个啊，我细个都冇听。唔系啊，嗰阵一到咁上下时间，嗰啲嗰个叫咩啊？怪唔系系咪叫？怪谈定系怪谈唔系喎，灵幻首期啊，唔系唔系唔系嗰个，唔系广播剧嚟嘅，两个字嘅咋，收音机夜晚成日啲人会夜晚匿埋一齐怪谈咯，听广播剧嚟噶嘛，系啊，广播剧系咪叫怪谈？系叫怪谈啊，怪谈咯，系啊系啊，即系嗰阵因为而家上 YouTube 做 archive 听噶。即系讲嘅系好多年前收音机版本怪谈啊嘛，系啊系啊，我记得嗰阵啲人系好好迷呢、這个咁样嘅广播剧噶 ，OK， 嗯，咁啊，你玩到几耐啊？结果，其实玩到出嚟做嘢之后都开始冇玩啦。哦，都玩咗好多时间，好耐、啊。其实我玩 band 系小学， okay. 小学系入 school band 嗰阵时就叫做入一间学校啦。咁、阿哥啦，同埋有个阿 Sir 啦，叫做喺度。教 band 咁叫做易入啲啦，叫易入啲啦，嗰间学校吓。O K O K O K。而去玩一啲课外活动，因为嗰间学校都几着重有几种嘅课外活动嘅。系系系。银乐队系其中一种啦。嗯。咁其实嗰阵时都谂住哦，是但咯，咪方便啲入咗个学校。咁之后玩下玩都有兴趣嘅，系啦。咁因为都几辛酸嘅嗰阵时。即是那個年代去玩school 的 marching band， 好，那多謝你分享，那都是那句啦，多些跟我們分享啦，好吧，我一想到就分享了或者遇到就分享啦，遇到分享喂，那Peter 你說有什麼跟我們分享啊？今次今天呢我帶了一樣東西來，很多時候呢在一些中國的一些門派裡面啦，你所說呢，很多時候呢其實他們都會有問嘢的一些過程的，譬如說會經過一些什麼問嘢啦，你很熟啦，可能就是讲紧话扶机啦，问米系啦，问米啦，问米就要有个人啦，系啦，一个媒介啦，我哋所讲嘅灵媒啦，系啊，咁啊，亦都可能有好多嘢咧，就系其实你想透过一啲力量。而俾到一啲 message 你咧，咁其實都要透過一啲實質嘅物件嘅。咁當然啦，我頭先所講會有靈媒啦。咁靈媒其實喺無論西方嘅國家又好，喺東方嘅國家都好啦。其實我哋都有呢樣嘢嘅。咁我哋所講最常熟悉到嘅就係嗰啲問米婆啦、問米阿姑啦咁樣。咁啊，亦都會有扶機啦。扶機就係、是、如果大家未聽過咧，可能後生啲聽眾未聽過咧，就係喺個沙盤度，然後咧就揸住個招線壓叉咁樣有一碌。即一個棍咁樣嘅，咁佢就會扶機。咁佢唔係寫字嘅，其實佢係會有一啲機紋出嚟。我哋喺節目度介紹過嘅，係嘛？係啊。咁啊，而家我聽過啲朋友話扶機咧，真係有啲字寫出嚟，但係咧佢嗰個字咧，你解咧，你解唔明嘅。其實唔應該係一啲解得明嘅字，唔應該係一啲清晰嘅字。係啦，即係你要係一啲好專門嘅人去，好似一啲摩斯密碼咁樣啦。其實你去解翻，先至會知道其實佢俾咩玄機你。係咪而家？很多扶機都太流了，正如之前也有提過，現在有些甚至是 one man band 自己揸那個木一路在解，跟住自己在度掃，跟住掃完自己講，自己 mark 低，自己掃，然後繼續做。但係其實要合作噶嘛。其實扶機咧，佢哋幾個人咧，其實唔應該有溝通的。係佢講寫咗出嚟，只不過係同埋一定要係三個人嘅。Okay. 其實 even 你見到兩個人嗰啲咧，都唔係真嘅扶機嚟，因為佢係標緊同噶嘛嗰一下，其實唔應該同人溝通。
溝通的。是啊，同埋佢三個人每人有自己的崗位，去做不同的嘢。咁睇 message 嗰個就係睇 message， 寫嗰個就係寫嗰個，同埋揸嗰個木嗰個就係、是、就係揸嗰個，係冇可能少任何一個嘅，即係一個都不能少咯，真係。拍戲嗰啲，即係你少一個就真係俾人少噶啦。不過就咁講，其實因為而家有好多人都真係唔知道正宗嘅應該係點，同埋因為即係 that's why 我哋之前真未見過有啲人。係啊，所以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其實可以重温翻我哋之前，其實睇翻個 topic 就已經知噶啦。咁嗰個都幾詳細話俾大家聽，同埋佢譬如開始扶機之前，究竟要 prepare 幾多日嘅一個 preparation 嘅過程啊？點樣去有訓練 forf 嘅人要食齋啊？點樣去拜桃木啊？去拜桃樹啊？跟住先至可以到正式扶機嗰日。其實係一啲好講究嘅嘢嚟嘅，係啊。呢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，足本重温，声音下载服务，年费1000蚊，请即订购支持。